喂，嫂子啊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节目啊。我知道，因为这个电话记得有你的名字，所以我一看就知道你打来。哎，你现在什么状况？饿。那你不能这样，这样把饿坏了，把胃。我也不是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。月亮下。想到他，默默地珠泪下，记起多少旧情。